有点害怕。然后你穿这样。我们刚走了很长的阶梯，好几次。太和殿是皇上代表最有权力的殿。走到这条路的最后，就是被一间水果摊的老板收服，然后我们就买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《西游记》里的人参果。螺蛳粉。就是吃起来蛮好吃，脆脆的，像。真的不辣，你看呢？你好，皇城在旁边呢。在慕田玉长城。一个礼拜过来的话，整片都会是红的，这样会有一种，啊，我的大和江山。嗯，好喝。莫过，欢迎大家现场品尝。黑色的哦。毛主席亲笔题词的臭豆腐。买到这个驴打滚，还有这个爱窝窝两个一份。十四爷也不错啦，但十三十四爷，十四爷品质保证，千金郡王，只要记下封号。拜拜拜拜。当地泡茶，巧克力碎片。